一比一万，开不开心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帅。现在咱们的大鹏呢，已经开始陆续的进入工作状态了。现在呢，我准备挑几颗比较好的多肉，称为母本儿。你们也可以学习一下，就是说不断的繁殖要怎么繁殖。还有呢，就是如果大家你喜欢什么样的多肉，需要我繁殖，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评论出来，我给大家繁殖，到时候给大家邮过去。现在呢，我要去挑一些头数，念的头数比较多的，咱们就种到里边，然后慢慢等它长大。下面我们开始挑货吧，来。Later 都没有啊，再拿这种的。然后呢，再拿这种，先抓。这啥样的？颜色不太好看，但是比较老的。这种呢，有利于繁殖啊，因为不好看也卖不出去。但是呢，我们这繁殖的话，就是再控一下就漂亮了。这种的。往这儿。来，我们再去挑几颗。这个刚拿了吗？这个拿个这样的。来，我们一次性挑这么多啊！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繁殖计划 ，Let's go。现在我就开始把这些老桩啊，开始铺到我们这个母本这个这母本的这一个那个这一块。然后呢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喜欢什么样的品种，告诉小帅，小帅帮你繁殖。然后呢，在评论区下方评论一下。如果说我看不见的话，你可以私信我啊。放心，我绝对给你能培育出非常完美的品种来。来，咱们开始吧。这母本呢，尽量每颗多肉啊要离得远一点，这样呢才会让它有生长的空间。这母本呢会特别的绿，因为这都是非常接地气的，水特别多，所以呢特别的绿会。这不要紧啊，因为我们繁殖它不需要你太好看了。再来一个。我们上边是多肉凝黄土，下边呢就是我们繁殖的那个就是上边的，下边呢就是我们的土啊，大棚爷的土。母本啊，先告一段落，先种这些。下面呢，就是说以后还有比较喜欢的母本，我就继续的种进去。最重要的事呢，就是说你们家里如果说有好多特别稀罕的多肉，自己不会繁殖，你可以邮给我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变成十个，一个变成20个，这都是免费的啊。实际上咱们是肉友的。行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。希望大家呢，如果说喜欢多肉，就关注一下小帅，在这里呢持续给大家更新一下多肉的视频，可以帮大家繁殖一些多肉，或者是免费送大家一些多肉。拜拜。